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军某部军人毕章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蛋糕的制作过程。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食材和原料：蛋糕粉1000克，食用油125克，纯牛奶250克，蛋糕油2勺，泡打粉80克，白砂糖1000克，生鸡蛋40克。首先将鸡蛋打入盆中，然后再加入白砂糖，然后将鸡蛋液和白砂糖放入搅拌机之内，开低档模式，使白砂糖和鸡蛋液充分融合，然后开低速模式，分别加入糕点粉，泡打粉，纯牛奶，蛋糕油，然后开高速模式，使蛋液充分打发，然后加入将面糊倒入烤盘之内，然后用面板将面糊刮至平。然后将烤箱上火温度设置为170度，下火温度设置150度，时间为40分钟。然后将烤盘放入烤箱之内，关上烤箱。Later。蛋糕制作完成，大家学会了。